大家好，我是凯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薇。今天要和甜美的唐薇一起跟各位分享年轻型肌肤的基础保养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现在年轻女孩的肌肤容易出油跟长痘痘，但是我想要换美美的妆出门，有什么小秘方？针对年轻型的肤质呢，很容易会出现这个油水不平衡的现象。那么呢，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很容易衍生出各种的肌肤状况，所以在妆前跟妆后的保养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咯。首先要卸除脸部多余的负担，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深层卸妆矿物泥。我们取适量的这个卸妆泥呢，均匀的涂抹在全脸，然后呢，接着用我们的指腹进行画圈的这个按摩，将脸部的脏污跟彩妆呢，充分的跟矿物泥做结合，接着我们再用化妆棉擦拭干净就完成了。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当中含有植物精华，这个卸妆脂质再加上矿物的圣品碧玺粉，它可以充分温和的做到深层清洁的效果，甚至连眼唇的防水型彩妆工具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卸除干净哦。肌肤零紧绷，轻含 so Q。肌肤长痘痘有很大的原因，是因为呢我们的毛孔阻塞了。针对长期的这个老废角质堆积，提醒大家可以定期的使用啤酒酵母角质按摩霜。我们先取适量放在手心，接水在手心上面轻轻的化开，紧接着我们就可以均匀的涂抹在脸上，然后进行螺旋的画圈按摩，我们再用清水洗净就完成了。这是一款含有植物配方，同时融合了柔肤效果的干湿两用泥，同时呢再搭配了特殊可分解的抛光维晶粉粒，能够有效的代谢老废角质，达到深层清洁的效果。而啤酒酵母因为富含维他命和矿物质，对于滋养肌肤有很好的帮助。用完肌肤完全不会干涩，而且毛孔通通清干净哦。但是要提醒大家哦，去角质产品定期使用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每天使用哦。上妆前保养记得使用全效环瞳精华霜，全方位保湿、亮白、淡斑、抗老、修护，集中于这一罐，省去年轻女孩的所有烦恼。添加阿法型的熊果素，亮白肌肤，淡化斑点，预防黑色素生成，均匀肤色。多元护肤元素与纯植物精粹配方，能增加皮肤保湿力，延缓老化，淡化细纹，改善暗沉，整体提升肌肤防御力，舒缓肌肤压力，全方位的给予肌肤最舒适的呵护。保养的精华好像全部吸收到肌肤里了，肌肤好害羞，但是跟小 baby 一样红润 Q 弹。特别针对敏感的眼周肌肤，如果出现黑眼圈跟细纹的情形，就容易看起来无精打采的，建议大家可以使用紧致瞬间眼胶来进行调理，淡化眼部细纹，使眼部周围皮肤细嫩紧致，维持弹性，改善眼部周围暗沉现象，展现更明亮的双眸，特别有效。取适量涂于眼周肌肤，轻拍至吸收即可。当中含有了七叶树天然萃取精华，可有效的瞬间紧致眼周肌肤。看看我的眼睛，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哦。今天很高兴跟唐薇一起向 FG 的朋友们分享年轻女孩的基础保养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